帕斯卡，好，基格拉拉。帕斯卡，好乖，好乖。基于当前采集到的数据，得出结论，建议将机械单元帕斯卡格式化后纳入基地网络，以免威胁聚落居民的财产及人身安全。嗯，克拉拉明白，这样做可能是最合理的选择。 但帕斯卡他……欢迎外来者，在克拉拉的努力下，维修工作已经顺利完成。是的，小家伙现在已经活蹦乱跳了，只是还有些部分没有完全恢复正常。嗯，让克拉拉想想该怎么解释。 你，帕斯卡，好，我叫名字。看，大姐姐，帕斯卡在和你打招呼呢。嗯，只是他说的话还是有些混乱。从先前的检查中得出的结果，该机体核心模组中储存的校验信息与现有硬件不兼容。此外， 该机体核心模组中意见大量逻辑坏道，在对其进行深入扫描时，识别到大量信息噪音，内容不详。简单的说，帕斯卡的脑袋里塞满了来源不明的垃圾，这些垃圾再加上跟核心不兼容的硬件，让他忘记该怎么说话了。嗯，还好，除了语言模块之外，帕斯卡已经基本没有问题。 但该个体仍然存在故障可能，概率约为 44.7%。重复建议，将机械单元帕斯卡格式化后纳入基地网络统一管理。施瓦罗先生，我明白。只是，克拉拉觉得帕斯卡很特别，他身上有些其他小机器人不具备的东西。某种程度上， 我感觉他和施瓦罗先生有些相似，克拉拉没法忽视这种独特之处。可以再给我些时间吗，施瓦罗先生？克拉拉想和大姐姐再继续调查一段时间，如果实在没有进展，再把帕斯卡纳入网络也不晚。理解，我尊重你的意愿，克拉拉。在此期间，我会确保该个体 不对他人人身及财产安全造成影响。随或不要会伤害。对不起，克拉拉自作主张要大姐姐帮忙一起调查，但是这件事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，拜托大姐姐，请你再帮克拉拉一次吧。 是玩笑就好。其实，我们要做的事情和之前一样，找到新的外壳，把帕斯卡的核心安装进去，看看硬件是否兼容。分析结果显示，
机械单元帕斯卡的原生硬件为齿狼或灰熊型。若能将该个体核心接入对应框架，其语言功能恢复正常的概率为 87.3%。 机械牧场里有各种各样的废弃机器人，我们先去那边找找看吧。这里还是老样子呢，到处都是失去自主功能的机器人。啊，大姐姐，看那边。争斗并不易。这就是齿狼型的自动机兵了，不过看上去也被进行了某种改造，大概又是个被遗弃的机械宠物。这台机器看上去已经失去机能了，但大姐姐接近它的时候还是要谨慎一些。大姐姐，小心！这个大家伙已经彻底失控了，那就先让他安静下来吧，大姐姐。生死虚实，洞天幻化，长梦一绝。知道我是谁吗？这么大的钻石送给你。速战速决吧，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。生死虚实，洞天幻化，长梦一绝。坏不了的。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。
找到了，它的核心在这里，我要把它装起来带回去。接下来只要把它的外壳拖回去就好。根据刚才的状况来看，它的核心应该还没完全报废，有修好的可能性。每个机器人只要还有修好的可能，克拉拉就不能放着不管，所以我想再努把力，试着把它们一并修好。还是先修帕斯卡吧，毕竟我们先捡到了那个小家伙嘛。而且史瓦罗先生也说了，如果放着不管，他还有可能会做出不好的事。其实克拉拉有个好大好大的保险箱，里面全都是我在下层收集到的还有修复可能的核心模组。我每天都在想办法修好它们，让小机器人们恢复正常的生活。只是只有克拉拉和史瓦罗先生两个人修复的效率还远远不够，但是克拉拉相信大家总有一天都会被修好，所以还不能松懈，必须加倍努力才行。啊，真的吗？克拉拉好期待。啊，光顾着聊天都快忘记时间了，我们快回去吧，不然史瓦罗先生和帕斯卡又等着急了。史瓦罗先生，我们回来了。花心龟灰克拉拉猫白石，欢迎回来克拉拉，我对该个体的进一步解析工作已经完成，简易结论，无法判断该个体的生产时间、用途及归属。我在解析过程中挖掘出了该个体的序列号，并在下层区的自动机兵数据库中依次检索，查询得与该个体拥有相同序列号的自动机兵多达32台，即使排除其中已报废的机体，剩余结果中仍有3台与关键词描述符合。石白三灰猫一白石，好像是呢，但克拉拉听不明白。谈话期间，该个体的故障率仍在不断上升，允许进入警戒状态。催催龟龟龟猫坡坡，帕斯卡的状态越来越不稳定了，我们还是先给他换上新外壳吧。史瓦罗先生，我们回来啦。帕斯卡，接下来要给你换新外壳喽，不会疼的，放心。龟龟龟龟龟猫猫猫，回来等待，继续修，等待，失败，等待。哦，还是不行吗？哎，帕斯卡，你怎么？危险，克拉拉！失败，是失败，失败，失败，败败失败，败是失败。帕斯卡。
逃跑的方向好像是铆钉镇那边。大姐姐，我们快跟上。不，克拉拉，你不必出手，让我来处理这件事即可。我会派遣机器人追捕该个体。不要，施瓦洛先生，求求你，请不要这么做。帕斯卡的事情就交给克拉拉处理吧，毕竟当初是我坚持要把他留下，所以我必须负责到底。我相信帕斯卡不会做出伤害人的事情，但万一真的出了什么意外，请让克拉拉亲手解决这件事，可以吗，施瓦洛先生？我，克拉拉不能逃避责任，我一定会做到的。我相信帕斯卡，他不会故意伤害别人的。克拉拉，告诉我，你做出这个选择是出于什么理由？帕斯卡身上有着其他小机器人没有的特质，那是和我们人类拥有的情感很类似的东西。同样的特质，克拉拉只在施瓦罗先生身上见到过。克拉拉觉得这种情感很温暖，克拉拉会不自觉地被他吸引，并试着用自己的方式给予反馈。但克拉拉也明白，这世上的情感不全都是温暖的，如果有太多糟糕的情感跑出来搞破坏，就需要有人站出来阻止他们。能阻止那些糟糕情感的东西，就是理性和责任。这两样东西也是克拉拉从施瓦罗先生身上获得的宝物。施瓦罗先生，我想帮帕斯卡打败那些糟糕的情感，我想主动承担起这份责任，这样克拉拉就不用一直躲在施瓦罗先生的身后了。我明白了，克拉拉，我支持你的选择。除非事态发展到无可挽回的地步，否则我不会出手。谢谢你，施瓦罗先生。那，大姐姐，我们出发吧。在那里，在他旁边的是，咦，那不是灰熊型的机器人吗？我们快去看看。帕斯卡，你怎么伤成这个样子了？请远离，克拉拉。该个体为劣界生物，危险等级评估极高。劣界怪物？你在说什么呀？怎么可能？哈斯卡明明就是机器人，是你的同类呀！难道是发生了什么故障？可他看上去很正常啊。请退后，本机将对该劣界生物进行无害化处理。不好，他要向帕斯卡发起攻击了。
必须阻止他才行。侦测到新增灵异反应，剿灭开始。糟糕，他好像把我们也当作敌人了。知道我是谁吗？这么大的钻石送给你。生死虚实，洞天幻化，长梦一绝。争斗并无意义。看什么看？呀！我无意挑起争端。不痛不痒，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。生死虚实，一念洞天幻化，长梦一绝。争斗并无意义。速战速决吧。知道我是谁吗？这么大的钻石送给你。咕噜噜，后悔已经迟了。要开始了。我无意挑起争端。速战速决吧。这台巡逻机器人和帕斯卡的核心都保住了，这个大家伙的外壳也几乎没有受损。谢谢大姐姐。哦，只有一点让克拉拉感到很奇怪，大家伙为什么会把帕斯卡错认成猎界生物呢？想不明白，先不想了。总之，这颗核心克拉拉先带回去，之后再检查一下。我们先把帕斯卡的核心移植到大家伙的外壳里吧。逻辑语言中枢连接完成，检测确认各模块正常功能连接。欢迎大家回来。终于，帕斯卡一直等待。帕斯卡，你终于恢复正常了。我们还要向帕斯卡问清楚，他到底为什么要偷灵剑。帕斯卡，现在能请你告诉我为什么要偷灵剑吗？灵剑收集返回攻防。攻防是指铆钉镇上那座淬火攻防吗？一直等待修缮，跟随请帕斯卡。哇，帕斯卡自顾自地跑掉了，他是要我们跟上他吗？往那个方向去了，我们快跟上去看看吧。
我无意挑起争端。咕噜噜，要开始了。争斗并无意义。敢吭声，看来是赶上了，一点心意而已，不必在意。放心吧。以自己的意志抵达结局吧。这里似乎是铆钉镇的废弃餐厅呢。克拉拉曾经在这里找到了不少罐头，营地里的叔叔阿姨们为此开心了很久。不过克拉拉一直在好奇一件事，这里为什么灯光从来没断过呢？明明已经被废弃了。而且大姐姐你看，这座餐厅虽然到处是灰尘，但设施似乎都没有老化的迹象呢。哎，那岂不是我们现在就……不对不对，这个世界上才没有那种东西。总之大概是有人一直在修缮这里吧，可到底是谁呢？而且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呢？我无意挑起争端，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。咕噜噜，克拉拉，欢迎铆钉镇回到，看到。是否亮堂堂工作帕斯卡完成圆满？难道是帕斯卡一直在修缮这座废弃的城镇吗？帕斯卡修缮确实等待一直大家。零件帕斯卡收集不停，铆钉镇修缮不停。看来帕斯卡之所以一直在偷零件，是因为他要修缮这座城镇呢。等待大家，帕斯卡不停离开大家，回来有一天。难道帕斯卡是在等待撤离铆钉镇的居民回到这里吗？修缮一直每天，帕斯卡使用可以大家回来，大概是为了让大家回来后能正常生活，帕斯卡才一直在维护这里吧。攻防淬火，这里基地帕斯卡秘密，零件存放，敌人躲避，地方安全，害怕不用大家。看来这里就是帕斯卡存放零件的秘密基地吧。虽然知道了帕斯卡偷零件的原因，但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呢。比如大姐姐说的对，虽然帕斯卡是出于好意才，但无论如何偷东西肯定是不对的，必须让帕斯卡明白这点。
大姐姐，我们在附近再多看看吧，克拉拉还有些在意的事。铆钉镇居住，克拉拉，游览随意，请。这些树叶裁得好整齐，还有一股滴水燃料的味道。应该不会有人故意在铆钉镇做这种事，难道是帕斯卡自己收集了这些树叶放在一起了吗？这应该是帕斯卡仔细维护的成果，不过这个小家伙应该没有使用显示器的需要吧。哎，机柜侧边好像有些人类的手掌印呢，难道最近有人用过这台显示器？这是什么？是日记本吗？封面上好像有名字呢。好工整的笔记呀！哦，不对，工整到这个程度，应该是直接印上去的才对。难道是帕斯卡？帕斯卡，我也不知道，克拉拉需要好好想想。大姐姐，我们再把帕斯卡的事从头到尾理一下吧。是这样的，帕斯卡他似乎曾经是铆钉镇的护卫机器人之一。铆钉镇居民撤离后不久，帕斯卡的后备能源因为某种原因启动，可重新醒来的他发现铆钉镇已经空无一人了，于是帕斯卡决定收集零件，修缮城镇，等待大家回来。但是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，帕斯卡频繁遭到同类的攻击，因为自动机兵们会把它识别为猎界生物。
克拉拉也不清楚，但我猜帕斯卡的自我意识之所以会如此混乱，肯定和频频遭受同类攻击有关系。用于标识情感的模组不断受损，到了最后他就变成了只知道不停收集零件的小机器人。至少克拉拉觉得是这样，但帕斯卡究竟为什么会被当作猎界生物，我还找不到答案。帕斯卡，到底为什么你会被同伴嫌弃？姐姐，克拉拉，游览愉快，是否？帕斯卡，收集零件，准备，继续，或等待指令，下一步。看来，帕斯卡的自我意识还没有恢复到日志中表现出的高度。姐姐，克拉拉，铆钉镇居民，帕斯卡，保护大家。我明白了，谢谢你，帕斯卡。帕斯卡，听克拉拉的话，你可以先停止收集零件了。你就乖乖待在这里，等我们回来给你下一步指令，好吗？帕斯卡，收到，乖乖等待。大姐姐，我们还是先回史瓦罗先生那里讨论一下吧。事情就是这样，施瓦罗先生。只是有一点，克拉拉还是不明白，帕斯卡他为什么会被识别成猎界生物呢？该个体长期使用遭受猎界污染的元件修复自身，因此会被连接基地网络的自动机兵识别为猎界生物。替换元件即可解决这一问题，不必担心。原来如此。克拉拉还想知道，在史瓦罗先生的机械网络中有发生过类似的事件吗？五，接入网络的自动机兵会定时清理核心模组中的信息噪音，个体产生超脱控制的自我意识，其概率约为0.12%，对于未接入网络者而言，该概率提升为3.23%。提醒，该概率仅为理论估测，在下层区过去700年中从未发现实际案例。不，与大多数人类的认知相反，容易被忽略的小概率事件往往最有可能引致灾害。考虑到自动机兵仍有可能通过自身算力开发出情感模块，我对此类事件已有预案。施瓦罗先生总是能考虑到所有情况，合理地解决各种问题，克拉拉暂时还做不到这一点。所以我们该拿帕斯卡怎么办呢？将机械单元帕斯卡的核心存储格式化，随后纳入基地网络统一管理。纳入基地网络后，我将对该个体的核心模组进行全面维护，修复其硬件结构，清除逻辑坏道及信息噪音后，该个体的所有出厂功能
有超过 97.2% 的概率恢复正常，但格式化完成后，该个体发展出的情感智能将完全消失。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该方案可以将对内和对外的损失皆控制在最小幅度。尽管根据克拉拉的描述，该个体的状况暂且稳定，但根据研算，机械单元帕斯卡的故障概率及信息噪音比例仍在不断上升，一旦复合率达到100%。克拉拉明白，但是克拉拉觉得还不能放弃修复帕斯卡的希望。我们已经帮帕斯卡找到了兼容的硬件，如果能用其他方法清除信息噪音，不损伤到关联情感智能的扇区。你知道这种可能性十分微小，克拉拉。能彻底清除噪音的方法，有且仅有一种，复写。基地网络会将扇区对应储存的信息完整备份，并在清除信息噪音时将完整信息复写至对应区域。或许还有一种办法，我们可以在帕斯卡的核心中加一道锁，清除多余的信息，再找到核心中还完好的逻辑轨道，然后植入一套新的运行程序。这套程序可以限制帕斯卡的行为，防止他对其他人造成伤害。这样的话，应该可以最大程度地保留帕斯卡习得的情感智能，也能避免他继续闯祸。如果能够保住帕斯卡获得的情感智能，克拉拉或许有办法引导他，让他学会用善意对待他人。施瓦罗先生，你觉得呢？可以尝试，但有风险。该方法无法根除持续产生的信息噪音，同时，新写入的程序有被噪音污染的风险。换言之，考虑到我们无法对网络外的个体进行持续监测，该方法只能在短时间内保证机械单元帕斯卡的稳定性。根据演算，该个体再度发生故障的概率约为……到那时候，克拉拉就再重复一遍同样的做法。如果之后再发生，那就再来一次。克拉拉会引导他，修复他。不管重复多少遍，克拉拉都会陪伴帮助帕斯卡。但他会忘记你，克拉拉。他会一遍又一遍地忘记你，还有他此前习得的一切，一切记忆，一切情感。在无限的循环中，有限的数据空间迟早会被无穷复制的信息噪音彻底复写。这条路比你想象的还要艰难，克拉拉。你确定要这样选择吗？冷静一下，克拉拉，不必急着给出结论。贝洛伯格命运中的变量仍在此处，或许他能替我们给出最合适的解决方案。我相信大姐姐的判断。我们相信你的选择。两人都已经给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。史瓦罗认为有必要对帕斯卡进行格式化，纳入基地网络，但这会使帕斯卡失去来之不易的情感智能。听起来似乎有点残忍，但这个办法或许确实可以根除帕斯卡带来的安全隐患。而克拉拉认为可以利用程序限制帕斯卡的行为，在保留情感智能的同时防止它造成损害。
但这个方法治标不治本，更需要克拉拉付出大量心血。尽管克拉拉会利用帕斯卡的情感智能尽力引导帕斯卡向好，但不排除帕斯卡今后还有再次失控的可能。此外，帕斯卡先前尽管没有对人造成伤害，但他确实有过盗窃行为，这点也必须纳入考虑。问题的核心是什么？慎重思考，选择其中一种方法，然后说服另一人吧。克拉拉建议将选择权托付给外来者，我尊重他的选择。关于个体帕斯卡的处置方式，你有结论了吗？理解，你可以经过充分考虑后再做决定。大姐姐，我们还有帕斯卡，到底该怎么办才好？好，好的，克拉拉也会再冷静考虑一下。你做出决定了吗？这个选择恐怕会直接影响此事的结果，慎重考虑后再做决定吧。选择权在你，我就在此处等候。大姐姐，你的选择是？这个选择恐怕会直接影响此事的结果，慎重考虑后再做决定吧。正好克拉拉也需要些时间做好心理准备。你做出决定了吗？这个选择恐怕……帕斯卡，我们回来了。帕斯卡，乖乖，等待，等待进一步指令。接下来要拜托你乖乖听话，不要动。帕斯卡，为了帮你治病，我们请来了史瓦罗先生，他会帮你恢复健康的。生病？生病什么是？但帕斯卡不动，健康恢复，接下来就拜托你了，施瓦罗先生。明白，正在准备植入保护程序。希望克拉拉做出了正确的选择，这样就完成了吗？程序已成功植入，该个体需要进行一段时间的断电维护，暂时无法交流，我们可以稍后再来查看状况。克拉拉明白了，那我们就先回基地吧，大姐姐。大概是告一段落了，过后再联系克拉拉，看看状况吧。时间还早，现在去哪儿？
Thank you.